吴彦祖做客本期蓝宇会客室，为您讲述冲天。就很多人说哦，你跟领导合作小心点，注意身体啊，因为他是要来真的啊，包括我们撞了一个玛莎拉蒂的车，200万的车都砰一下子就没了。那些东西呢，是我觉得是特别他的那种风格。或背后的付出与温情。李海涛一个演员，他全集全网来的，跟他一起打的，他的额头就碰到我的鼻子，然后鼻子就打歪了，然后我休息了大概1分钟，然后自己晕倒了，就晕倒了 KO， 然后醒起来呢，鼻子都歪了，然后还好李海涛是有很多的拳击比赛的经验。所以他拿了一些兵帮我挪回来，那听一下很可怕，但是如果他不帮我做这个动作的话，可能会要停机，然后要开刀啊，然后要往后一点。